開嘅人氣雪糕店啊！你睇個雪糕係咪好靚咧？如果男仔唔中意食牛奶味同士多啤梨味咧，就可以揀朱古力味啦。哇！嚟呢度好忙啊，又要瘋狂同個雪糕自拍，同埋呢度嘅牆都係好靚噶，有排影啊！全部都是黑色的，这一间是室内设计公司开的咖啡和店铺，下面就是吃东西，跟我上来看看上面有什么买的。